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重庆。现在大家看到钓鱼这条江是嘉陵江，只要天色好，这个码头都是成堆的人在那儿钓鱼。你看那一堆人好多，扎堆儿在那儿钓鱼。这个码头可以把这个车开到这个江边，所以说方便了这些钓鱼的，还有来游玩的人。扎堆的人钓鱼，好多，挨着挨着的人。这肯定是一个好钓点，很多人在这儿钓。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有关更多重庆的视频，欢迎关注鱼竿里。